自己做错事儿了，还不让人说呢。我怎么没说呀？恩公啊，小心车了！哎，小心！哎，哎，哎，怎么？没事吧？来，没事。能走吗？啊！还扯呢？大哥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没事吧？刚才是有些不对劲儿。 你看不至于，你刚才走在后面，那车是冲你来的。如果他真知道我的身份的话，应该不会对我们这么客气。啊，水越来越深了。教授啊，一会儿我发给你一个亚纶名片上的网址，你帮我在网上搜集一下他的资料。好。可走啊，愣着干嘛？别问我在哪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先去了啊。上来。哎呀，我送你去医院。 车呢？在停车场啊。是江叔啊。梦梦，这都走了20多分钟，车到底停哪儿了？ 停车场搁哪儿呢？停车场啊！在那儿呢，前面。前面。在前面。确定啊？确定。脚还疼吗？